黄皮儿的，黄皮儿的，糯米里面包着黄米，你这黄皮儿的里面，我见过黄皮儿的里面是黑芝麻。哎，你见过那个包子包包子吗？我见过，就是拿大包子里面包的都是小的那个小汤包，然后外面拿一个大，就是这么大一个包子里面就是放满了那个小汤包。那他吃的时候怎么吃？就是把它撕开，然后里面就是很多小汤包。不是一口咬下去那有点难。 一起唱的就是我们一起唱的那个副歌。那鼓拿的地方也是。这俩后面时间特别赶，如果鼓拿的地方，那就是那个。但是一起唱的位置我是在，因为我在鼓的旁边。 唱开嗓了，也唱废了，又开又废。什么叫开肺嗓？这是一个很新的嗓，吃饭的叫又开又废。这老师们都是唱现场了，哎，不要唱，不要唱。